一大锅的菜，哇塞，什么扇贝啦，对不对？还有海螺啦，还有小鱼啦，我靠！我操！这！喂！我呀呀！我呀！别！我呀！我靠！我去！我靠！压抓住！我！我靠！他又出来了！啊，给我个双击吧！哎呀，给我个双击吧！哎呀，哇，他又！我靠，我没有锅盖怎么办？哇，折磨我半天！我靠！折磨我半天，终于熟了！哦，扇贝肉，你看。这个是个母的，你知道吧？掰掉你。这个是个公的，哎，公母。那个来个公的吧。哎，就是这个黑的，你想摘，把它给摘掉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肉很鲜呐，很嫩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扇贝肉特别的鲜嫩，哎，你会怎么吃啊？你别告诉我听你不会吃，你别问我说怎么吃，你要问我这个话的话，爆头八爪鱼，哎，你们每次看我视频都不给我双击，然后你就像他一样，你就像他一样，打到的光脑袋光嗡嗡的，来点蒜香是吧？爆炒，一定是爆炒好吃。如果你是个吃货的话，你就给我个双击。对屏幕两下，海螺，呸！不过我把这个海螺我挑了个小一点一点的吃，肥一点的话都是拿来卖的，看到吧？哎呀，把这个地方给它用手给它这样子给它弄一下，然后把它这个黄，你看到吧？这叫黄，你不要跟我讲它是粑粑，你知道吧？你个挨千刀的，这是那个腮，每一个后面它都会一条黑杠，给它摘掉。给我个双击呗，挨千刀的，给我个双击呗。海螺，哎呀。就是屏幕怼两下，哎呀，皮皮虾，这个好吃，鲜，你知道吧？啊。啊！呸！我靠，掉了！吃过这虾吧？哦，哇塞，好脱壳啊！有没有吃过我们家这个虾的？有没有？
都不敢讲有没有，虾特特别脆，海虾不是淡水虾，我们这边不吃淡水虾，淡水虾有泥腥味有土腥味你知道吧，孕妇啊产妇啊孩子啊老人啊多吃点虾还是有好处你知道吧，海鲜男人多吃一点，因为不方便说，海虾水煮的很好吃对不对，这下轮到你了，我让你吓唬我，我的天哪，呜这么烫呢，呜哇塞，嗯太烫啊，怎么办，笨呢拿勺啊，哇还冒烟呢，哦你看，哇塞哦这鳗鱼，刚才你嚣张的那个气氛去哪了，你们可以看前面那个视频你们就知道他那个嚣张的火焰，我的天哪你现在咋不动了，我靠，哇扎破了吧，这是那种海鳗不是电鳗你知道吧，会有的说哇这是不是那个电鳗，这家伙他要电鳗不给电死了吗，哇好粗啊是不是，有哇真的好烫好粗，你看这里面还冒烟呢，真的好粗，哇好炸，你们吃鱼怎么吃，我都吃不出这种感觉，像是我在吃鱼我都不知道我在吃什么，但是它这个鱼皮很滑很好吃，营养成分很高很高很高，你要是喜欢吃鱼你就给我个双击，看你是不是个吃货。